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Mon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个月很少给你们拍 vlog， 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中国的疫情还蛮严重，然后我一直都待在家，所以就没怎么出门，就在家好好的陪父母嘛。前几天。走两句就很喘，然后前两天中国呢就是国内大开放了，就是去哪儿现在我们都不用做核酸，所以我们就打算今天去深圳那一边玩一下，也顺便去见一下我朋友，就是我跟他约了很久，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就没有见到，我们应该会去玩一个星期左右，现在我们先去值机。我们买的是公务舱的，所以它会比较人少一点，是我们两个拿的所有的行李，我们应该会去那边玩一个星期，但现在真的很好，去哪儿都不用做核酸，就连坐飞机都不用，出省都不用。本来我想说去逛一下，然后给我朋友买一个香水小礼物什么的，我没有看到那个比较好的牌子的香水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候机室里面坐一下吧，看有什么东西吃的，有点饿了，点了个面，然后还有拿了一些小吃和水。飞机了，我们一共坐了2个小时多，到达这边已经是8点钟，然后朋友已经比我更早到了，他们在外面接我。耶、yeah, ，我已经接到我的朋友了，他穿的好洋气啊，一般吧，我穿的就有点土。有人来接我们，现在先去酒店。酒终于到了，没有点多少，因为只有我跟郭谦两个人喝。我们点的这个酒。然后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饮料酒，但他们讲这个酒很强，就是有很容易醉，然后一般人有可能喝一瓶就不醉了，夸张了，他8度嘛。我今天就看我会不会醉，3年没见了，3年的第一次酒哦。这个歌有一点 emo 啊。我们点了一点下酒菜，喝酒吧，喝酒。昨天晚上喝酒，今天早上迟到了，人家已经在楼下等我们。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我以为深圳是夏天，我带的衣服全部都是夏天的衣服，所以我只有这一套冬天的衣服，完了。好冷，好冷。风还好大。现在我们的朋友来接我们，然后带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厂，就是一个集运公司，我之前也是经常用他们家的那个集运公司，挺好用的，就想说顺便都来到深圳了，就去看一下他们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我也是有推荐给大家嘛，所以拍给你们看一下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。 GoGo 其实是我之前就很常用的一个集运公司，是我见过仓库服务最齐全的一个品牌，一站式的物流服务，身边很多海外留学生朋友都很推荐，以前在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都非常受欢迎，现在是在东南亚市场正式上线了，不知不觉我也用了1年多了，这次来到他们的厂参观真的是觉得很不错，尤其是客服方面回复真的很及时，不管是礼拜六拜日都是有专门的客服回复，而且他们还有代购服务，货物到了过后呢，如果你们有需求，他们会安排人员相机拍实物对比图给你们进行货物对比，并且是有标准尺码参照的，以避免货不对版的问题，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，他们还可以帮你申请退货退款的服务，打包的快递他们都有提供加固防水之类的，细节到像帽撑、鞋撑，完全不用担心货物会损坏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使用 SuGoGo 集运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集的影片，之前呢我已经教过大家如何使用了。哇，我们参观完他们的厂了，所以现在要去酒店，听说这是一个温泉酒店。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赵本山的家。两个傻的。你吃过吗？现在开始冷得要穿那个大貂了，大貂，好有钱哦，穷包养，妈的，是不是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有什么好拍的？去泡温泉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带泳衣，上车，这车不错，我操，好冷哦，穿哪件好呢？我感觉这个还是好。这个太 sexy 了。
这还 sexy 啊，嗯，都挡完了。你们看我们的泳衣，好像只有我妹妹的最好看，真的吗？比较特别。哎，反正就是我的最土。这里有一个温泉大池子，这个好大。哦，小巧可爱。好，有很多个温泉，我们去找一下去哪一个，去个小一点的。冷吗？你把你的那个赘肉收一收。去吧去吧。刚刚那个温泉不是很烫，我们换了一个。这边全部都是天然温泉，所以它每个温度都不一样。那会不会烫死啊？不会吧。哇，好好看哦，好白。早安，昨天我们去泡完那个温泉，然后回家就睡着了。然后我来这边三天，两天郭谦都在发烧，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，怪我喽。不然呢，三年没见，然后见面三天都在发烧。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去吃个饭，嗯，去吃烧鹅，还有那个什么白斩鸡，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有。嗯，妆都没化就出来了。我说你，你好恶心啊。我刚刚以为你恶心了一下。来吃这个客家菜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猪肉汤。哦，猪肉汤啊。嗯、这是盐焗鸡。好小啊。这个是烧鹅。吃的那个饭，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因为我本身是不太喜欢吃那种清淡的东西，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吃那些酒楼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类似的菜，我都不是吃得下很多，但是今天真的是觉得很好吃，很入味，我感觉是很正宗的客家菜。我明天就要走了嘛，就准备今天去水会里面玩一下，就里面有什么都有，有一些在里面过夜，等一下拍给你们看吧。我们去这一间店，然后因为他们推荐的还挺不错的，感觉这边的装修还不错。好的，等一下我们进去就要脱光喽。来到的是全深圳最好的一个水会哦。那个小哥不用做了，你来吧。这边招贵人三位。这边还有化妆、补妆、吹头发的。现在先换衣服，然后就开始去做一些项目了，比如泡澡啊、蒸桑拿啊之类的。好尴尬，全部要赤裸相对，不可以穿内裤，不可以穿内衣。我们去搓了一下澡，搓出了超多的泥。梳妆台真好，什么都有，梳子，然后水乳啊什么的，还有戴森的吹风机。快点，饿死了。超级多水果饮料都可以喝，这边还有。这边还有，真的太多太多东西吃了，我全部都想要。找个地方坐一坐，吃点水果，等一下去吃晚餐。太舒服了，这里就是水果跟水都免费喝，超大颗这个草莓。这里的水果真的都超级好吃，而且全部都是进口的，就很甜。他们这边有好几层，都有不一样的东西，等一下带你们上去看一下。因为我刚刚搓完澡，然后是树叶就很丑，所以我就没有拍我自己。我这个发型挺好看的呀。好丑啊。哇，这边的装修也很好看，而且服务态度真的是超级好。好漂亮啊。这是吃饭的地方是吧？对。上面这一层楼有采耳的、足浴的、按摩的，还有 SPA 什么的，可以在这边按，然后也是可以进去包间里面按。这边有一点像那个宫宫的感觉，然后这里面全是那种按摩的。我们的菜到了，点了一个铁板土豆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炒肉，鳗鱼石锅饭，然后还有这个关东煮，有清淡我可以吃的。对，我们就吃这种麻辣的，然后还有免费的很多水果。这个草莓真的超级好吃，好吧，开饭。虫洞是什么呀？就是睡觉的地方，就是小狗窝。哦，在里面睡觉的、休息的。走，这上去来。哇，我跳下来了，好像日本的房间哦。啊，可以，晚上在这儿睡吧。啊、这个是溶洞房。哇，好暖和呀、啊，这里面。好看，这个溶洞房它里面的刷子是热的，但是它也不会像汗蒸房那么热。真的好烫。
其实坐在这里面能干什么呢？能够吸取能量吗？这个是蒸桑拿吧？对于发烧，还有很多玩的。这里是游戏机房。哦，我对这个没有兴趣。哦，好的，走吧。这里有打麻将的，哎，可惜我们人不够。这是干嘛的？这个，玩呗。两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子出来玩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有一点点像智障。你的手在点什么？你没看见后面吗？人家在打僵尸。真的好智障，随便选一把嘛，就那把，那把最长的，那把啊，上面的，你拿到了吗？这个大圣表情真好笑。走吧，来，第一口给你吃吧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真不吃，我胃不行，真的太吵了。然后我们俩在这儿睡。现在是凌晨4:12。昨天晚上有两个大叔在我们对面，然后两个轮流打呼，把所有人都赶出来了。然后我跟我妹就睡在外面大厅。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衣服走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换好衣服了，现在准备走了，车已经到楼下了。是的，嗯，好想一直住在这里哦。我也想。这宝贝非要请客，还不是因为妹妹。你不想付钱是吧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不是真心想付款的。